家人们开饭了，小鸡儿炖粉条。嗯，今天妹妹回来了，好香啊，香。嗯，太香了，我给你拿手绢。我妹妹最爱吃小鸡儿炖粉条了，然后我妈这一时间就给她做了这个。这个几点写的？嗯，这个是老家大姨他们、四姨他们给邮过来的，鸡血都带着。哎呀，嗯，太好吃了！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、哦！谢谢家人们了。嗯，太好吃了！提前祝家人们新年快乐，家人们。